去五分钟。OK， 那我们好。Thank you。他说叫我们要不要先赖他一下，然后对他会反应。Right? No, yeah. Adventure park. Okay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is is just a commercial. I know. Okay. Thank you. Found the way to the top. Okay. 你知道方向吗？我们两个还有两日券，哎，还有我还有一日券呐、啊。然后，八元月接着就买了两张，总共凑起来已经三张了啊。我买一日，他买两日，你自己不用买嘛，八方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还多买元月嘛。但是那个白马山路给你的券对不对？绿色的对不对？白马山路的全都是我们买的。对啊，啊还剩下什么？还剩下、啊，是不是剩下一个一日一个两日？我没有记起来。
你电脑带在身上吗？没有。天哪！我就你一开始到底有没有搞清楚，有没有拿错？我算对就对了。然后因为你买的是两张嘛。那、啊、就五根。我你不用吗？你刷卡买的两张嘛。对啊。接着你抽中的一日券一张嘛，啊、三张一日券嘛，一日券一定是今天用嘛，这样想就对啦。对，你日券是今天用？对啊，因为你即使一日券说哦八方比较贵，为什么一日券是一天用？因为今天只划一天嘛。对啊，但是应该是那为什么你不用买延月的票？为什么我只买两张票？因为买了两张中了一张嘛。但是你后面买两日八方的两日就是比较贵啊。对，比较贵两，但是你总不能拿抽中的一日券拿去八方用一天，那你还要花，你还要买一张八方的一日券，还是更贵啊？但是为什么我要拿一日换比较便宜的呢？你确定我们当初是这样买的吗？对，你要不要再看一次你白马那个山路的订单？回去要换四天。我怕你今天就浪费掉了，你搞错的话，你今天就买错了，就换错了。你要不要先待会就看？还没有吧？110公尺，方向是，我送的是一日券，为什么那张多的是我付钱？这就不对啊！没有，最后钱都有摊开来付啊。对啊，是你刷又不是你付，我付的啊。两日券三张，买了。好，这是前面没吃用完了哈，然后两日券三，然后后面我要后面。我要看订单比较久。没错啊，没错啦。我都已经在看别的了。
证件吗？对，你的，你在跟他的。没有，那不是，那不是这里的。没有去，没有去。证件。都是在八八用的吧？等级。有些会在盐约。就是。这是抽中的，抽中的。抽中的会在八八用。嗯。然后还有购买的。购买的。好。对对。其中一张就是现在，如果你还不缺，你知道会在哪里用吗？八方还是那一次？应该是八方。你们到底买几张？有两张是盐月的，然后有一张就是但他不是都写？都是一样，但是因为我们要控制学墙那边，所以就是。盐月的两张，只是我们已经跟学城那边沟通过，所以没问题的。就是你其中一两张在那边用 OK，然后还有就是另外是可能会在梅子或者八方用嘛，对吧？所以要可能到时候要。没有，我现在确认一下。因为你接盐月，你有票，你打算用几张？盐月一定会用掉三张。但是他现在只有两张啊。哦，所以你这一张应该。对啊，所以我想问你，那你自己用什么？抽中一日，抽中一日用盐月啊。哦，抽中的会用盐月，还是用在八方？对啊，反正不是八方就是盐月。哦，那但是他要联络。你现在不确定，我现在要看一下。但是你用的时候可能就要 line 跟 Judy 说一下，因为我们要跟全场票房那边登记，所以要麻烦。好，确定一下我们到底买，应该是待会确定。我正在这里确定。有攻击吗？网络有点不顺，就是。有没有收到我的 text？ 有，一直以为那个货柜是办公室，我就想不用走了。八方，你看梅子的话，四天买了三份，然后两日券只退了一份，所以中的两张，中的两张是八方没错。然后盐月是，这是两天嘛？对，这是对，这个我八方用，这是八方。对，然后你买了两张盐月，然后接着中了一个一天的。然后总共就有三个人份的盐月。不是啊，这个含不含他中的？就是多一张嘛，他的。那他的去八方啊。对，我这。
收起来了吗？对啊，那怎么多一张？对啊，我现在跟你讲这个啊。嗯，因为抽中的有三张。对，抽中了三张。原本是买了两张圆月的。对。然后还有一张，就是额外不确定去梅池还是八号的。怎么会还有一张？所以对啊。怎么会还有一张？你要不要确认一下？我们好像没那么多张哎。朱比，好的，这个零一张。你的八方，看你的 order 了。你的八方就是这个已经八方退掉一份了，所以剩八方只退掉一份哈。对啊 ，final 还有两日，所以加你的。对，中了之后才这样嘛。对，所以这样子应该全部都要去。对对对，你多给了我们一张哎。哦，所以这两张你会在盐月用，然后其他会在八方。没有没有，不不不，这三个是盐月，这两个是八方。哦 ，OK， 就是有两个八方，两个盐。好，其他盐月。嗯，好，所以确定了吗？三个八方。等一下，确定那个我们有没有付钱呐？你要确定那个，就是你只刷了买了两张，我记得我们就是买两张。对啊，是啊。嗯，因为就是现场的那个订单跟我们的订单会有一点，就是没有办法。你说办那个说明会那么好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你确定好我们的订单就好，因为等于是说我们没有多少钱就好了。对啊。我们也没有要多少单，就是。对啊，都是正常的，所以你的有收好了吗？有，但是就是今天的我没有。今天的是这里。哎，不对啊。哪里不对？不对啊。哪里不对？因为我买的那个不能做一个，不是吗？所以一定是做一张啊。没有。你有买吗？我们那天中了，当场就只买两张。可是我还没中啊，你又不知道我有中，所以你一定有多一张啊。你跟我的、啊。因为他有两日券啊，这是两日券，两张一日券啊，不对啊，就是你当初你又不知道我有中，我也有中，所以我们凑好三张就够了。我们那天听完说明会之后就凑成三张了，所以你那张才变多的，我这张变多的，你后来才中，那是很后面的事情，你后来才中，对啊，所以现在就是对的 ，OK， 对啊，对啊。所以刚刚你他刚好要多给我们一张，对啊，我们就拿走了这样。抱歉抱歉，不会啊，还好刚刚弄好。拿收好。你要我当年我九八是这样。对，固联力八吧，固联力嘛，还是多少？所以应该是购买了两张嘛，然后你现在购买的给了我们三张。等一下哦，你那时候给我买两张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参加完说明会，那个当场也可以买。对对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想半天，说抽中了要怎么安排。对对对，我懂你意思啊，但我的意思是，变成说我是会有两张一日券的，我会要买的会有两张一日券。对啊，这就是我们要凑三个人要来划。好，那我的好了，那假设说那不是你的，那是一人一张，就花了钱买了两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算好我的嘛，对不对？就 suppose 我已经付钱，我后面这两天我还有两张券付钱的。对啊，八方的也给你了，八方的没有。八方的我还在我身上，我会换给你。哦，你已经哦在你那边。我那张绿色的，绿色一开头就领的。所以这是八方，你本来就有血票了。OK。对。好。谢谢。好。你还在查价钱吗？对啊，你又查就查啊，6984啊。6984。对啊，6月30号刷卡的。好。OK， 谢谢，好早，谢谢。一切正常啊。那至于你质疑的为什么不去换成八方，因为两日券跟一日券差很多。对，那时候我就在跟你吵说，那我这个比较价值，然后你这次又问了一模一样的，我要用在盐月，然后我就一直问他说，我送的一日券的价值是什么？因为你退，然后你退了之后买一日券没有比较划算，对嘛？所以后来就没有换啊。对啊。可是刚刚你也搞不清楚你剩下的是什么。我本来就搞清楚了，但是你一直质疑我，刚刚一直质疑我。那你就直接讲啊，那你我记得，你到时候说我记错啊，好，最后我错不好啊。哎、啊，如果你说你最后拿到的东西对不对？然后你刚才不敢讲，对你有信心你就讲，对。对，我没信心。对啊，那还敢说？还敢？
我还敢不否定我的质疑。今天是滑到几边了？对，一天而已。嗯，有什么推荐的吃的吗？在里面，哎，这边上面，你们今年第一次滑雪对吧？对啊。上面开了一个叫新的叫City Bakery， 在一个 Hakuban Mountain Harbor 的地方。嗯。它是新开，但是它不是就是吃午餐，它只是吃点轻轻食。对对对对，轻食的那种，但是那个今天可能看不清楚。嗯，没办法，如果天气好的话，那个风景很美。这十月份去年，刚刚2018年就是十月份才开的。哦，是。但是你可以回去看看。好，所以这个就不用特别讲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可以打电话。OK 的啦。所以我们就可以 DM 直接团。嗯，三张等一下换。人家有穿板子。哦，有啊，这不是有人走吗？有啊。
最费力的，最费力。我们鞋子那么重，才叫费力。